还是您独创的新练的？试一下吧。啊！哟，菜呢都给您备好了，只要往锅里一倒，扒两下就能出锅了。啊！对，是这样吧？啊，没错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您不是说您练了好久就厨神级别了吗？我有说过这种话吗？不是刚说的吗？你听错了。快快快，那个扒两下。贤姐，你今天可真美。哇，变化真的很大呀。是呀，你都多少年没来了，是吧？是啊。哎，我准备什么好吃的啦？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我说嘛，我都闻到香味了，我去看看啊。还没做好呢，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你这么多年没来了，我带你逛逛，有惊喜。走，有什么惊喜啊？哎呀，大大的惊喜。好嘞。这颜色还行啊。锃光瓦亮。那您还没加调料呢。盐。糖。那个还差啥来着？酱油。这味炒蛋要放酱油吗？这啊，是还是您独创的新练的？试一下吧。妙。叶兰，你别慌，慢慢来，我去稳住贤姐。这么多人给你打下手呢啊，加油！燕燕正厉害着呢。哇哇哇！厉害啊！给我一个碗，站起来。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吃。暗黑料理。哇！我帮您盛吧。谢谢。没事。挺香的吧？贤姐多大岁数，还顶得住吗？好妙啊！下一个菜。哎，好嘞。我来。行。这世界很酷。